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影片进来。本频道主要介绍《一千零一楼》数位的游戏，想要关注楼社游戏，欢迎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任何新的游戏影片。好，这一次理由很简单，我要干嘛呢？很简单，我这个半年的异色版造型已经拖了这么久都没有买来用了，所以我要来补这个坑。那这两个异色版拍完之后，跟第三个吉野海洛白色装扮的异色版拍完一起上片这样子。那我们依照选手的推出，随便啊，管你什么选手推出时间，就直接买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哦，不过这边的造型的话，就顶多给你看四面的样子啊。好啊。有点残念是新造型啊，他都会给你那个技能的语音而已。好，吉祥天异色版，198人币啊，然后你的吉祥天就变黑肉了。原来这个原本是白，好。原来原本就看得到胖刺，只是你没有仔细看而已啊。可是有人说这个造型没有到很好看啊，就可能在实战的时候有点丑丑的还是什么的。我倒是觉得有点像女仆啊。好，吃灵药，吃灵药。花的话还是长一样啊，没有，不太一样哦，偏紫色，它的花是偏紫色的，然后射出去奥义会偏黄色，原本是什么色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有点在类似那种鸡蛋花的花色，紫色的，烟雾好像也有一点偏紫，依照这么长的游玩经验来说，然后奥义偏黄。那可是这个 L 走，是玩家吗？不是吧？连技，不信。哦，这不是玩家，太丑了。哦，烟雾也是偏紫类型的。那我觉得这异色版其实还不错。你只要不要觉得它的那个烟雾不好看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是可以的。这个造型是 OK 的。不要田忌好吗？来写一下治疗药。我的。你就乖乖睡着吧。它烟雾偏紫色啊，我觉得我蛮喜欢这颜色的。可能还是有人觉得，不知道当时这造型刚出来的时候风评不是很好，有点可惜，不是很多人喜欢。这边解一下治疗量有没有？啊，看他刺进来就把他撞出去。那你看这边这一个明明有刺哦，还是他醒来是睡觉，看起来是被扣血。我觉得不错啊，这造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买第二个吧。第二个是小梦，小梦异色版的话，他。会变得很红，变红梦。好，左边、后面、右边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出一个什么造型实战啊？怎么你让人家试用一场嘛？这个觉得 OK 就会买了，对不对？感想？そんな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。我觉得
紫色的瞳孔，然后这个小球直接变成了蓝青蓝电色。别开玩笑了。不过行啊，至少我已经快半年没有用这些造型了，一拖就是一直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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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拖。但是其实拍这些代价，等于是我今天的休息时间也就全没了，真是难过。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把该拍的东西拍一拍。好，我们大乱斗自然量解决了。那我们要打什么？怪奇之塔。送个头好了。三台罗。好，开场记忆先按出去哈。放技，然后他就会过来冲我。我靠，好恐怖！不行了，太恐怖，直接被车死。我们还是打震惊的东西好了。我们打点震惊的大，刚刚也是大乱斗，那现在也用大乱斗好了。我要去拿什么小梦挑战极恶海螺？极恶海螺，你那个。需要更强势的角色，小梦还不够强势。小梦是强，但是不到强势的角色。选手随便。技能的话没什么变啊，有啦，他的剑的个毛啊，变他的剑矢变成了青蓝色。技一的话倒是没变，技二的话有变。奥义的话一样吵。小梦的优点就是多段打击吧，所以他唯一的特点是他除了外表变，唯一技能有变的就只有饥饿了，会变青蓝色的剑，普攻也没什么变化，有点可惜。哇，没水了，把自己玩到没水。还行，就有点像，这基本上是红梦。青色的小球，好啊，这异色版真的很嗨。好，那下一个是那个极恶海螺的那个异色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买吧。好，这边极恶海螺异色版，侧面、背后，它是以黑色、纯黑色加上金色的配色为主。然后呢，里面内衬也是金黄色的，刀的刀光啊，这种像果冻的刀光，比较像电弧，那种电弧刀，所以它其实是一把电刀嘛。可它原本是蓝色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看到极恶海螺的异色版，原本是蓝色电弧，对，然后它变成了那个金色电弧。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这是这边好像真的很像果冻，就美中不足的地方吧。好，来打大乱斗。极恶海螺在大乱斗的优点就是它三招全部都是位移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
它可以快速的去拿到灵药，或者是节省技的耗技量移动。很多光线的部分啊，都从蓝色变成了金黄色。喜欢金黄色的朋友一定要买。这个异色版还蛮有价值的，不管是普攻啦、啊，我想炙热橘红色的刀光，一定还蛮适合的。好、哦，连技能都黄黄的。技一好像没什么差别。奥义了。哦，金色刀光斩，整个都很金的感觉。好，再加上个空奥，空奥的感觉跟那个直接把人家顶死应该是差不多的。这边正常打、啊。东风斩击。好，那这一次就是这三个异色版的短片啦、啊。这个其实是，这其实是在那个《血焰狂炎》推出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没有拍的异色版造型，因为那时候活动真的太多了，然后就一直被我记忆放到现在。好，分别是第一个吉祥天异色版，看起来有点像女仆，不过它变成黑肉之后呢，更衬托它的衣服的穿着了。好，然后小梦的话，除非你是喜欢红色的，不然这个配色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难形容啊！你看这个小球怎么是这个颜色？不过它紫色瞳孔、紫色眼镜我还蛮喜欢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色的缎带的部分，哦，银色铃铛。然后极恶海螺的话，你只要喜欢金色的都可以了。这个脚也有，它脚好像也有改色，哎，没有，脚是一样颜色。好哦，金色刀光这样子的感觉，哦，黑金的那种程度，哦，黑金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对这些异色版造型有什么心得呢？可以留言一下。然后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 KBQ， 喜欢的话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加铃铛，你开心就好。拜拜。